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%左右，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，城镇调查失业率5.5%左右，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%左右，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，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，粮食产量1.3万亿斤以上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.5%左右，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。